这车来了，我是刚刚牛喝的呢，2013年哦。10月1号。啊？刚刚那17:09。老白，这次是车次哦，索林巴特教练现在苏奥新。首奥星的，然后三千型是2.0面组，2044，连豆藤有蓝色带新能机，然后434哦，四十二次刚好苏奥星啊，因为现在这都是热门。OK， 我四十二次哦，看我苏奥星。太痛了，痛了。台东的，他说4点会痛。啊，好痛快啊！对啊，3点就说好在试车了。太冷太冻了，是。用台灯，要看车吗？看见你是这片豆田蓝色的。我还想到明天呢。很慢，土石流要看有什么程度好不好？你要看大中小啊。对呀、啊。像上次那个整个淹掉，那个很夸张。他们现在已经经验了。他如何下手就对了。这样呆当，这是这错。来双蛋石油，拜拜。我刚刚在点。啊，有2034哦。2033次是七度发的叫海线港彰化，900型全开车。七五叫海线港彰化，英利寿雅上班的900型。947区间快，那947圈快车，11分，这我看光光。哎，那这样的话通了也还不错。原来以为是明天，那明天，明天比较特殊一点点。有了，哦哦，至432次恢复行驶。我最后给他关了啦。行动。2033，947全开车。啊，四六，拜拜，再见。